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非常非常高性价比的65万9千美金区间的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有高挑厅，有全部窗户的实木定制百叶窗，有泳池，有后院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植被的绿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房子的升级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它2013年的时候这个房就是一个样板间，所以它的大理石也是最好的升级，橱柜也是最好的升级，包括这个房子的地板也都是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的最好的升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我主要介绍它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价位。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升级都这么高端的情况下，这个房子的价位区间是65万9千美金，而它所位于的这个区域的最高的价位基本上是在100,000-200,000美金的，低的价位不会低于55万美金，所以这个房子在整个它所在的区域当中是一个中价中等价位偏下的一个区间，这也就是我们比较看好它的原因。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房子吧。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关注我们的微博，联系我们。我是 JJ， 我们现在看房子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这个房子的车库是在旁边的，是在这边这个位置。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到门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房子是一个9尺高的大铁门。打开门就是这样，很漂亮的一个旋转楼梯，非常非常现代感极强的这种白色的花纹的这种瓷砖，这不是瓷砖啊，再试一下，对，就是仿木纹的白色花纹的瓷砖。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主餐厅，因为这是个二手房，所以这个房子所装的这种全实木的百叶窗，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些窗帘都是留下的，但是这种家具是主人自己的，所以家具不会留下。我们主要是看它色调的搭配，整个房子的色调的搭配是很漂亮，以灰白黑为基调的。然后呢，这个房子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房子本身的升级是真的是太多了。像这个房间的升级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大长桌，这个长桌是镶在里面的，所以是不会带走的。包括您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大书柜也是镶嵌的，所以也不会带走。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一个样板间来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样板间的一些加装。就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也就是说书房您不需要配置任何的家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往这边走呢，就是一个客位，客人用的洗手间，它的洗手台都是加装过的，然后包括它的灯都是做这种小花样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客人用的洗手间还真的是一个门脸，所以很多的好的房子客位都是有加装的。现在我们就到了它的漂亮的大客厅了，这样看一下，这就是它客厅给人的感觉，大的高挑客厅。我们看到的这个客厅的壁炉是加装过的，带花纹的比较好的壁炉，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我指的这个电视柜，它也是镶嵌在里面的，也是当时它是样板间的时候被定做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带走的。从另一个方向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带花纹的壁炉。这种的花纹就真的很漂亮的这种雕刻式的花纹，然后包括它是纯实木的镶嵌在里面的这个电视柜。然后这个房子是做了定制的窗帘的，所以定制百叶窗和定制窗帘都不会带走，所以这个房子加装真的是非常的多。好了，看完客厅之后呢，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厨房。厨房很大，整体的感觉都是很棒的，一个这么大的台面，而且这个台面用的大理石翡翠感极强，所以这种大理石是一种非常好的大理石。厨房
运用了最好升级的厨房，因为厨房上面的这些玻璃的橱窗就是最高端的升级，玻璃橱窗里面是有 LED 灯的，所以像这种升级在建商那升级的时候要花好几千刀才可以升级完成，整体的橱窗都是这种玻璃的，然后所有的橱柜都是做到最顶端的，这些全都是升级，包括这个房子的双烤箱，然后这边的微波炉，再包括这个房子底端有这种灯，这种所有的厨房底端灯也都是升级。然后到了油烟机这儿了，你看这个房子雕刻式的油烟机的一种油烟机的这个柜子也都是升级，好多升级，再包括这个房子这么大的一个水槽，水槽也是升级。因为如果你买房子的话就是要看这个房子的配置嘛，就是相当于这房子真的是个非常高配的房子。这边就是早餐厅的部分了，镶嵌式的定制百叶窗，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这个吧台也是镶嵌式的，真的省了好多好多家具，吧台这种酒柜都不用买。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房子的洗衣房，洗衣房里面有这么多橱柜的这个房子，只有真的只有样板间有了。你看光洗衣房里这个冰箱不是洗衣机烘干机都是镶嵌在里面的，标准规格大小你都不用买那个 box， 其实光买一个 box 也要100多块钱。然后大的橱柜，然后到这边有一个洗手台，洗手台旁边还有一个洗碗机，所以这房子是两个洗碗机。如果您真的是非常想要一个中式厨房，那这个地方直接做炉灶什么是可以的，因为洗衣房里是有天然气的，包括洗衣房里也有定制的百叶窗，洗衣房的所有的墙还都是贴着马赛克的，这些升级全都是要花钱的。好，现在看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进这个房子的主卧看一下。进主卧之前门口是有一个镜子，然后现在我们就进它主卧了，双开门的主卧。进来右手边是洗手间，主卧的洗手间很大气，然后也是浴缸淋浴间分离的，然后像这个洗手间里边也是定制的百叶窗，然后超大的按摩浴缸，这个按摩浴缸，然后两边分离的两个洗手台，洗手台旁边做了好多的橱柜，这个房子的橱柜和洗手台这种升级真的好棒。洗手台的大理石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种很贵的大理石，橱柜全都是实木的。往这边走呢就看到两个门，这个门是一个衣帽间，这个门是另外一个衣帽间。我们现在看这个小一点的衣帽间，很明显这是个男士衣帽间，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应该是个女士衣帽间，两个衣帽间，衣帽间的旁边是马桶间，这边是一个马桶间。看完了，我们现在来到了漂亮的大主卧。先是有一个活动的区域，然后再往里走才是它主卧的部分。这个房子的主卧是有挑高的，挑高是15至18个feet的挑高，所以是个高挑的主卧，也是全部定制百叶窗。这样的一个感觉。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二楼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要上二楼了。到了二楼，它分了两边的楼梯，我们先到左手边楼梯看看，因为这个房子是动静分离的，左手边全都是活动的区域。到这边之后呢，左手边有一个洗手间，就是一个厕所。然后我们先记住一下这边这个房间，待会儿我们从另外一面过去。洗手间的旁边是一个女主人算账用的一个
一个写字台，也是镶嵌式的，不会搬走。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放映厅和活动室，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全部镶嵌式百叶窗，全都配齐。然后呢，活动室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院子。这个房子的院子户外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户外厨房，一出门就有看到了，而且这个户外厨房的 patio 还是个高 patio， 一般这种高的 patio 就价格会比较贵。这个室外厨房是很大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再往外走就是这房子泳池了，整体就是很协调。然后这边种了一点花花草草，然后旁边是一个泳池，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院子。这个房子的位置比较好，因为 Kitty 本身就是有亚洲超市亚洲城的，那这个房子离亚洲城的位置差不多是8个 mile， 15分钟左右。那这个房子如果说您去中国城，因为中国城好吃的比较多，中国城比较大，所以离中国城的距离是23个 mile， 大概半个多小时的一个时间。如果您想去 uptown， 就是比较好的非常大的商场，市中心商场，那么离市中心的距离差不多是27个 mile， 也就是30几分钟的样子。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联系我们。公共账号每天会定期推送不同的房源，还有更新所有的视频。如果你想分享给家人，或者分享给在中国打不开 YouTube 的家人的话，欢迎关注我们的公共账号了。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